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华夏经纬。随着俄乌冲突的不断升级，美国与西方媒体等一系列相关卑劣行径都被持续曝光，以民进党当局为代表的台独势力的认知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大陆民众对于台独认知战图谋的讨论大多依然停留在俄乌冲突战况等舆论层面，再加上台湾省所谓的选举政治愈发娱乐化等乱象，大陆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甚至存在着漫画式理解。种种原因的叠加，使得我们极大低估了台独等反动势力所发起的或明或暗的认知战的严重危害。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台湾省事实上已处于相对落后阶段，与大陆地区的一般水平相比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代差。同时，这种相对的落后也掩盖了民进党当局等台独势力长期以来在操控岛内舆论等方面的种种卑劣行径。 BBS 形态的网络社区依然是其互联网上最为主流的媒介平台，相关舆情及背后的极端情绪都在其中完成了最初的策源、扩散和跨圈层传播。2019年，岛内农委会发布公告称，以总预算1450万元新台币用于在网络论坛等社交平台进行讯息实时澄清，使得民进党等台独势力培植通过网络暴力等方式操纵舆论的网络水军被曝光。1450此后被用来泛指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网络水军，一方面他们一直在游戏、动漫等亚文化领域不断暗中布局，便已开始向大陆地区的教育系统渗透，妄图以抹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炒作性别议题等手段误导广大青少年。另一方面，他们在岛内正在激进动用一切手段、一切资源来挑拨两岸关系，人为制造敌视和对立，煽动教唆极端情绪，其政治诉求已经具有极端排外等清晰的极右翼特征。民进党等台独势力通过强行干预金马奖电影评选、中天新闻台照更换等事件，图谋全面控制岛内的传统广电体系。近日，岛内华视新闻台及工作失误为借口，公然通过字幕进行政治造谣，制造岛内紧张气氛，就是台独势力通过卑劣手段掌握岛内舆论的现实缩影。更何况，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的认知战，并不只是停留在传统的舆论战、心理战、信息战等层面。从首次发布所谓全民国防手册到炒作就地动员、就地作战、巷战等议题就可以看出，台独势力正蓄谋有步骤、有计划地实现其14日新址教招等从官方到民间的准军事组织的进一步常态化、实体化和机构化。尤为值得警惕的是，以民进党当局为代表的台独势力正在与美方密切勾结。目前美军已经完成从外层空间到海陆空实体空间再到虚拟空间的全频谱作战、全域作战等军事理论、战争观念的系统转型，强调战争形态正由消耗战向认知战方向转变，这一概念得到了台独势力的热捧。他们不断贼喊捉贼的污名化爱奇艺、小红书等作为高维媒介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文化影响，指责他们是大陆对台的认知作战。俄乌冲突已经证明，虚拟空间的话语争夺不仅完全可以影响实体空间战争的具体走向，还可以通过外层空间的星链等所谓民用卫星直接链接到智能化综合性信息化作战平台，重新调配资源，在短时间内改变局部战场的态势，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舆论战和心理战范畴。因此，近期与台独势力的斗争可以说是我们在认知战领域与美军的一次实打实的直接较量，而美方也表现出了试图将台海问题国际化的危险倾向。对此，外交部和国台办发言人都曾多次表态，指出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美方一些人故意拿台湾问题同乌克兰问题相类比，用心险恶，其目的就是试图在台海制造一场新的危机，以两岸人民福祉和地区和平稳定为代价来服务美国自身的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
民进党当局蓄意利用乌克兰局势上蹿下跳，误导台湾民众和国际舆论，一边煽动反中抗中，咬文嚼舌，表白自己作为外部势力战略棋子的价值，寻求所谓保护和支持，一边炒作所谓大陆军事威胁，色厉内荏的叫嚣战争论，其继续裹挟绑架台湾民众，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中国必然统一，台独分裂没有出路，台独意味着和平的丧失和灾难的降临，民进党谋独挑衅是台海安全的最大威胁，广大台湾同胞要看清民进党当局编织的以美谋独的骗局，破除其操弄反中抗中的魔咒，与我们一起推动两岸关系重返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早日解决政治对立，实现台海持久和平，达成国家统一愿景，让子孙后代在祥和安宁繁荣尊严的共同家园中生活成长。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